今日想同大家介绍下呢部 Connex 61键嘅电子琴，佢系一部 CP 值超高嘅电子琴，一齐嚟听下佢嘅声系点。这个示范就是模拟紧真钢琴的声嘅，咁你都会听到佢嘅仿真度系好高，所以如果系学钢琴嘅你嘅话咧，呢部琴都相当之适合摆喺屋企度做练习用嘅。几百蚊就有一部61键而且咁高质素嘅电子琴，真系好抵玩啊！可能你都会谂吓，几百蚊啲 function 会唔会少咗噶？咁其实唔会，仲要分分钟比一般嘅电子琴更加齐全。有一个惊喜位咧，就系佢配咗一个 pedal 俾你噶。如果咧你有行开琴行，都知道一般嘅电子琴其实唔会配 pedal 啦。但系咧呢部竟然有，所以咧可以做到一啲 sustain 嘅效果。弹流行歌嘅话咧，绝对冇问题啊！咁当然啦，佢都有一般嘅电子琴嘅 function 嘅。佢本身内置咗有128种节奏同埋128种嘅音效，譬如我哋啱啱示范嘅钢琴声啦，而一般嘅弦乐啦、管乐啦，甚至乎一啲敲击乐嘅声咧，都绝对可以模拟得到。所以 function 方面咧，绝对系齐全噶。仲有一个好大嘅惊喜位咧，就系佢可以插电嘅，即系意思话你插足电嘅话，你想带出街去玩 busking 啊，一啲唔可以有电到嘅地方咧，用佢都绝对冇问题噶。而且咧，佢琴身相当之轻。只得2.8kg啫，即系一包米都唔够。咁你都睇得到啦，佢琴身相当之薄，而且佢配咗一个好靓嘅琴袋俾你啦。咁如果女仔想带出街去玩 busking 嘅话咧，都绝对冇问题噶。另外咧，呢部琴可以当 midi 用噶。如果你想插电脑咧，做一啲 midi 嘅输入，又或者想写下歌用嚟打谱嘅话咧，都绝对可以 support 得到。最重要系咩啊？佢就系比一般嘅 midi 琴平好多。如果而家买，你仲可以用优惠价嚟配埋琴架同埋琴灯。企喺用家嘅角度去睇，只要几百蚊就可以拥有一部媲美数码钢琴嘅电子琴，真系相当之超值。优惠期有限，大家要把握机会啦！